一首歌，嘿，我的 solo 部分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带来一首，也是翻唱的歌曲，然后他谁写的、啊？叫做 Johnny Mitchell 吧，好像，歌名叫做 Both Sides Now， 就是两边，好像我们看事物常常从这边看，好像看不通，就换个角度看，哎，好像看出一些什么，但是过一阵子又觉得其实这个角度也是非常局限的，但是本来人的眼睛就是局限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人生里面啊，我啦，我觉得我在人生里面常常，就不断的在摆荡。可能今天觉得我要做浪漫的人，然后用浪漫来看世界，然后这一切都会很美好。后来就跌个狗吃屎，这是真人真事。然后呢，后来又觉得那我就要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然后用理性来看世界，可能一切就会好起来。但是好像也没有。后来就发觉，哎，其实是。你在两边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摆荡的过程里面一直去综合出一些新的看法了。这首歌 Both Sides 呢？
他先是看云，说我看上看下看云都 不太像个样，然后再来看爱，最后看人生。Blues and flower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 rain is no one.Clouds ge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The dizzy dancing when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free. I look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 and if you care, don't let them know.They shake their heads, they say I've changed, but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and living every day. I look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你回来了，我想你。好，谢谢。大家应该就是从南瓜的歌声里面听得出来，他就是第一次唱自己创作的歌，
其实有点紧张，然后吉他会一直弹错，但他的声音还是一样的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我想请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因为他第一次唱自己创作的歌。谢谢。那就是吐槽也是难免的啊，同学，你现在懂唱创作歌的那种压力了吗？您真是太厉害了，大师。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你要继续挑战，因为你今天已经克服最难的那一关。好，而且你看今天是在如此美丽的场地陪你度过你的第一次，对，害羞。好，你接下来继续唱，我帮你伴奏一首歌。南瓜加油！谢谢。快不能呼吸了。会啊，有一点的，真的、哦。对啊，那你要不要先去看医生？表演不是那么重要，我可以把它撑下去，没问题，对。可以哈、哦，你还活着，那你可以再唱一首吗？可以唱一首，然后你帮我就弹一些好听的吉他吗？可以啊，因为这首歌我不会唱，只有你自己会唱，你自己要选这一首，我帮不了你。啊，我好像个人偏好就是歌词很多的歌，就自己写的歌好像。他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叫 Leader of Band， 就是一首也是西洋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用比较快的节奏，因为我们刚刚 talk too much， 聊太多，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连续一直唱好多首歌，会有轻快的，会有西洋老歌，然后会交替着唱。那我要跟大家开始接下来就是分享我今天最期待的就是现在这一趴，前面第一趴对我来说是我想要回馈给我喜欢我的所有的听众，但是第二趴我在听南瓜唱歌，现在这一趴是我今天最享受的，因为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在我很喜欢的一个表演场地，然后做一场演出，然后要跟你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一段是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二重唱，然后希望大家会很喜欢我们为你们准备的节目，谢谢。
the leader of the band. I am the living legacy to the leader of the band. Thank you.